个小朋友啊，哈，里面呢、啊、有七个被老师反映是注意力不集中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运动的内容不对。请我们博士来教我们一些跑的方法。太慢了。表示两位专注力都很差。周日上午11点，公共电视《就是爱运动》，与台北双元国小一起体验乐趣无穷的创意体育。